杨丞琳嘟嘴和李荣浩脸靠着脸放闪好甜蜜，还晒出钻戒，李荣浩宣布求婚成功。难得在社群网站放闪，李荣浩表示今天是自己34岁生日，同时也是我的求婚纪念日，谢谢对方答应，还 tag 杨丞琳账号闪瞎粉丝，纷纷在底下留言给予祝福，恭喜老爷，贺喜夫人，太感动了。其实早在前一天晚上，杨丞琳就在 IG 抛出紧贴男友身后的照片，甜蜜写下这男人今天生日，祝福他生日快乐。过去李荣浩上节目就谈到自己对杨丞琳一见钟情，台北发布会完就要走了，刚好那天他有空就过来了，就那天认识的。这样听起来，是杨丞琳对他有好感了。没有，我对他有好感。李荣浩见到杨丞琳第一眼就有了好感，还害羞说一开始不敢追她，希望慢慢酝酿，感情也如期发展。李荣浩更曾在演唱会上大方献吻。杨丞琳曾说李荣浩招牌小眼睛，颜值不是他的菜，但欣赏对方身高和骨骼状态，更大赞他的智慧和高 EQ。 两人交往4年，如今求婚成功，让粉丝慢慢感动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